好，我是廖亮同学。今天呢，和小伙伴一起约了去嫖鸭，那个心里还是有一点小激动的，因为嫖鸭哎，是鸭鸭。哎呦，那个稳定器，哎呦，第一次用这个稳定器，还行吧，有点不太习惯。跟着我转呢，好热闹啊，周围好多人。鸭鸭店。妈的！哦，呀，这杯。这个可以叫哥，志哥，你弟弟还是妹妹呀？你在说啥呀？不能出去。感受到他毛很硬的，比我那长很多。你在干嘛？不行！怎么都是猪？现在鸦片来了。哇哦，这个胸脯踩死了。哎呦，这个碎纸啊！